本来打算一家人去吃一餐饭的，因为疫情的原因就在家里过。不管怎么过，防疫不能越过。跟老公说一声我爱你，你辛苦了。没啥说的，就让他听话吧。七夕节今天我们两个都要上班，都在单位上过。在岗位上工作，因为我的另一半也是一名医务工作者，所以我们两人都要坚持在一线工作的岗位上。我的爱人现在是在外面外出学习，因为这个疫情原因暂时也不能回家。我准备啊，就在网上给他录个小视频发过去了。因为我们都没过个七夕说起老实话哈，我们两夫妻都工作比较忙，我老公他是手术麻醉科，不形成的手术很多。就是一家人在一起，简简单单的，平平淡淡的，都是最好的。让我们一起继续互助互爱，享受一生，简单开心，一起慢慢变老。我的爱人呢，他的工作性质决定他一天也比较辛苦，特别是搞那个疫情的防控。我对他平时关心也比较少，心里面还是比较歉意，还希望他多理解。祝他七夕快乐。七夕节快乐，红哥，七夕快乐，七夕节快乐，老婆我爱你，七夕快乐，老婆七夕快乐，七夕快乐，老公，祝天下所有有情人七夕快乐。